5月11日，杨丞琳整容的传闻发酵了一晚上后，本人终于在社交平台晒出旧照辟谣传闻，引发网友关注。杨丞琳直言：“看看吧，这是16岁的我，在演艺圈成长，我的每一刻都被注视着，没有所谓偷偷做什么，没有做就是没有，别再做视频误导大众了。我的爱美方式和你们不一样，但是依然谢谢你们夸我有美声。”看得出来，面对网友们的质疑，杨丞琳直接用事实说话，态度也很强硬。杨丞琳晒出的照片是16岁时《流星花园》中出演小优的剧照，眉间跟现在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。不久后他又晒出近照，表示自己现在的鼻头依然很钝，为何总要挑选那些完美角度的图呢？希望大众不要被误导。最后杨丞琳表示，这是在变相的夸我吗？看来杨丞琳并未被这些传闻影响到心情，反而还搞怪回应，高情商也被网友夸赞。既然杨丞琳已经出面回应了，大家也不要胡乱猜测了。最后也祝杨丞琳永远幸福。